其实我从国中开始，五月天就是我的偶像，我跟你们一样也是舞迷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我发誓。你国中的时候我也国中，你干嘛？真的吗？我留级比较久，不行哦。我今天呢、坐高铁过来的路上，手机蹦出一个讯息，就是我的 MV 第一支 MV 好了啦，刚破100万。谢谢我的歌迷，还有谢谢大家，就是分享我的 MV， 然后希望啊，他可以在近期内赶快破千万，靠大家了。接下来，我手机又跳出一则讯息，叮咚，我的户头里出现了6000块。哦，天哪！请问现场有人跟我一样拿到6000块的吗？好，就是你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留着，不要乱花，因为我有演唱会，在5月27号，有我这次新专辑的演唱会，希望。在当天都有机会可以看到大家，然后把这6000块留着，演唱会见。玩够了吗？好啦，好啦，拜托别再乱啦，好啦，龙眉派谁你在那边喂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米智友喽。很开心可以来到诺亚方舟高雄场，谢谢大家的尖叫声。你是那个最新的那个专辑叫什么？最新专辑叫《狂人》。秉智很害羞，然后刚才上台的时候啊，为什么我要去拉他手呢？因为他手在发抖。我今天彩排的时候脚也在发抖。因为要跟老板去采访，很紧张，超紧张。其实我从国中开始，五月天就是我的偶像，我跟你们一样也是舞迷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我发誓。你国中的时候我也国中，你干嘛？真的吗？我留级比较久，不行哦。秉智最近呢，也要来到高雄办演唱会。对对对，我5月6号会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举办我的演唱会。5月6号演唱会吗？对，5月6号演唱会。5月5号或5月7号没有空吗？我有空，可是。我在想说，如果加场要卖完，只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老板们来当嘉宾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样才有可能卖得完。射手会不会唱？射手明天暂时不会，暂时不会。对，高流演唱会会唱吗？会，一定会，一定会。五月天里面几个射手座你知道吗？几个射手座？三个、一起跳射手，耶、yeah ！太好了，好，马上，你是金牛座的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都射手跟金牛来合作，来个没有，我都射牛。哦，干嘛？马上，你在前面当那个金牛，然后。怪兽射你就好，射什么牛？等一下，那大家荧光棒颜色都变不回来了，麦克脑啊！